张飞这里这句很好，义不红颜，底下这句不像话，老天土不疼。刘备给他孟祖讲完，老天土不疼，下雪不好，下雪土不疼，下雨还吐血呢，这句不能听。你不能听，他认为好，这地方嘴里说着，义不我风寒，老天土不疼，大哥有了。刘备想不能听，土不疼的还有什么好处？这耳朵捂起来，他喉咙又大。明早红人上啊！刘备听，哎，一口砂糖一口泥，哎，土不疼的还有什么好处？这明早红人上，绝了！下雪明天啊，雪天疫情容易清朗得很。啊，三弟，你这句很好，明早红了上，你把底下收尾这句收好了。把上头突破天就给的啊，今天大哥吩咐你就够了。他是个人累呢，还要翻下头。一波我风寒，老天突破天，明早红日上啊啊！大哥又有了一什么？便是化痰胆状。两个字出来还变成小气物，那太阳变成化痰的，哎。二弟呀、啊，雄壮，他是狗这句不能听啊。两句不出，这个两句突破天王化天的，你想得起来呢？是在花的了。二弟，你得更改两句吧。卢西让他讲下句，把牛弟兄的狗还带歪了。今春雄壮吩咐三弟，头一句一波我风寒，老天突破天英雄带你更改，满天杀玉兰。好，他也说得好。第三句，明朝红日上啊，余兄对你更改，还是救济啊？在张飞也说得好，弟兄三个战壕一路回奔新义县，到了新义城中，刘备弟兄到衙门上下马，所有的聘钱礼物送到里面给夫人他们受用，不收税。刘备带着关张到里面，两位坐了下子，但是众人都来问主公，主公，主公，这次莫封翰林去客栈会到大县，刘备说没有，不在家。张飞首先喊说不谈，直接的跑不退，也不敢多啰嗦，都生怕哥哥再来教训他呢。两位谈谈，众人都散了，关张也就退了走了。刘备如何？刘备想想，今年是不别了。我到来春再说吧。那要今年是过年非常早啊。刘备想想，我写了封书信啊，要再接莫更新。他就在这个五天内过，拿自己的时辰八字，请伯爵挑选一个吉日，准备三顾茅庐。伯爵在他挑选是吉年13年春正月。24日，刘备三顾茅庐的了去。刘备3天前就不会上房睡觉，一个人独坐在书房，七彩洗澡换衣服，再见莫跟你说，说好好的。到了24这天，刘备命人拿银两，赶快前去采办实县聘县礼物。前头的其实两次嘛，隔年成了不得用了。说现在过了年要采办实行聘县礼物，刘备就命手下赶快把两兄弟跟众人都喊得来，二位都到书房，众人也就知了兄长啊二弟，大哥三弟，主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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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二位贤弟立功，请坐。二位贤弟，兄长。余兄命伯爵挑选吉日就是今天，我是三方诸葛亮，请二位贤弟跟随。这次张飞没有来接开口，关羽实在忍不住，兄长二弟呀、啊，诸葛亮兄长去水登门两次皆未有进犯，这去行过分了。行古文，那古来三品以九方太公不错，
诸葛亮能有多大的道理？他年纪又轻，你先过分了。刘备在二弟，此言即是。你要晓得，古来三品已经九方太空，何况愚兄今天要会大贤呢？张飞呢，在旁边纵横一时红肿。哎呀，诸葛亮年纪轻轻，忽然挡得起大贤二字？刘备要教训关羽，不好意思，你开口，刘备走，好，该死的匹夫，怎么不能当成大贤二字啊？有事不在您搞，无事恐张不追。你既然藐视了，你就不要去。我跟你讲，二哥同学啊，好，大哥二哥皆去，小弟胡能不去？岂去屠戮之中，不许独饮，不忠无礼，哪是自怜？有人把私刑、聘刑、立官已经准备好。刘备就邀请两个兄弟出外，叫人备了马。马备备好，刘备弟兄上骑，骑马当差上马，部下步骑跟随。担负担条是私刑、聘刑、立官，就此出城。众人把朱仁恭送到城外，一拱二拜回城。孙公衍等于负责衙门的一切，刘备弟兄一路奔龙岗，再往往刘备看看啊，不愧大了蠢，你看看透了蠢气了。人说大蠢闪了不操培养。刘备马领着曹玄金走走，关张跟随后面走走走走，又到了乌龙岗的这条道路。刘备往往透了蠢气，你看铁木匠龙人忙得非常，一闹正在春捕的时候，刘备曹玄金就心里想，我今天一定要会到诸葛亮。不行啊，曹克俭到了乌龙岗下后岗湖那边小桥过了桥，刘备下棋，关张下马，马匹有人照应，聘请立外歇在下面。刘备把关羽往往二弟兄长愚兄有一事相求呀，兄长严重了，有话只管吩咐，小弟弟护肝不准不得忙的，请你这次得我看住三弟，切不可让他上岗，无礼遵命。关羽呢也就把张飞往往三弟啊，你如果这次再上岗无礼，你就对不起我，个个都跟我下了字面，相求了。张飞，张飞想我赶紧有多快叫人看住，不开口。刘备一声前声，拆岗坡上岗，到了岗上一带路，把两线拆匪面前那副对联换了新的，还是局长整的。刘备在这个时候特地就默默同声祷告，祷告什么就是啊，天啊，我今天进去就要能够会到诸葛亮，一清就穿，这就谢天谢地了。平了哈子气之后，然后探手刺刺刺，敲柴扉，听到里头来了，到柴扉门时哈哒扎刺，喂，原来还是刘将军，哎呀，心痛，正是刘备。且慢，诸葛亮家里就用了这么铜耳嘛，壮看并且准二百余人。这刘备由去年到今年登门三次，怎么都是同儿开门？所以啊，上一次屈辱走马见诸葛离开刘备之后，他不是龙武龙岗的敲柴扉开，柴扉开下来诸葛亮在家的，怎么在家？先生在家同儿开门，不在家是壮汉应门。所以刘备去年到今年登门三次，皆是同儿开门，就是演的诸葛亮在家。仙桃，我又来了，不错，去年你两个来过两次，今年子又来了啊。李将军去年说来拜访我们家先生，今天我们家先生，你家先生现在家中。刘备什么时候这个快发着，那像刘备老早的会到一个人，那个三英先生诸葛群在我的闲山，他并温的令兄乌龙口在府中
诸葛瑾说现在家中刘备心头厌了，所以这刻他神怕童儿回答不在家好，才会关照了现在家中。刘将军，我们家二先生在家多在家，坏了，怕刘备不会可做了，在家怎样？现在，此时，方进，徐子明态度，在朝堂奏请上在为信啊，刘备出去哦，睡不着呢，放开。由去年到今年。看新旧二年了，我都能等虎在我上睡佛觉这颗功夫了。老实讲，金钗飞童儿在前头领路，到了二门，古二门到班照壁，童儿过去，刘备临上不出，正当中朝堂各县城的长官，随追少年，少年对强风吹，头朝阴口，脚朝里，听了啪。刘备想，对了，童儿是在奏请魏信。刘备绕过了班照壁，童儿在前头走走呢，走到正当中朝堂，他叫他叫乌给跟朝堂啊，双方各县都吓得大头喘息了。刘备想想不错，看到童儿枪步上去，就来要摇醒这个刘备，把他一巴掌朝旁边吐，往他摇手兵兵的，一时不要两年我要要他。晓得睡觉的人一个脾气，他正在含糊睡中，你来咬他，他来了气了。睡着糊什么事要我？你听说了有刘将军来拜见，就走，不帮他累了着了。所以呢，不难，你让他睡。童儿前去捧他，刘备虽说前毕恭毕敬站在堂口，两道阳光就望住塔上的诸葛亮，鼻子气都不停。好嘞，刘备向你睡。我读一次到你跟你病，只要你跟我见面，随时那些水族不开口，病的时间扎实不小了。刘备想想，你想睡扎的春天不能多睡呀、刘备能够有这个耐心这个跟他病，他正在病中，刘备只听到班照壁的地方刘备大了狠心，这样呼呼呼是哇呀呀的前站呼中了一个哇呀呀，诸葛亮就摁在床上不得起来了。刘备探身一望，看见班照壁那边陆续大夫各脸泪口之下，眼睛泛出呼呼呼。刘备生怕捉步之中把诸葛亮吵醒了，捉步之内到了班照壁这个地方，张飞要想干刘备二字之徒，刘备也不敢。一松安头，刘备合影不敢搞，答应这个意思中，敢开口这个意思。张飞想喊的进狗狗没开口，他也不够气硬，和个刘备生怕他喊，把他两膀抓住，甩腿，张飞朝个腿，一直推啊推到二门，推到二门外面，推到草叶尾处。这个时候刘备把个器材冲过来，才敢合影放过。二弟在哪里？赶快将士匹夫催走他，要无礼啦！关羽哒哒哒哒哒哒上来了，一到岗位听到喊嘛上来了，一慌不好了，见哥哥脸色都变的了。当然他把气变住，他脸色要变了，因为哥哥气变了。二弟啊，赶快将士匹夫催走他，在此讲无礼。关羽点点头上来，把张飞绑背这一抓，走。关羽把他拖了去下岗，刘备想，该是匹夫走了，没喊好呢。刘备伏行回头，又朝远处一站，随手拿起。关羽来了去了，把张飞拖到岗下。关羽就问他，说：“我不让你上去，你但要上去，哥哥叫我看着你的。你说得上去，绝对不开口。你为什么得罪了大贤，把哥哥脸色都气变了？什么？”张飞跟我说：“我没开口啊！”他说：“这个得罪大贤，你没开口，他怎么晓得你去的呢？”啊，所以我们听到呼呼的哦，哪叫你呼呼的呢？二哥把个理告诉你，请你凭他一凭。是何理由？这诸葛亮在此时腿睡不醒，
大哥站在剑下，主动为主。关羽想，哎呀，大哥你太过分了，你不猜你身份，轻打这名少年人，到这刻都不足，先过分一点，不谈了。乌鲁木齐再开口，三兄弟各位呢，老道关羽没开口，张飞实在忍不下去，哇，把这口气才喊出来。此等人不走，睡觉腿睡不醒，打我的烂斧也一把，得一人上岗我后放他一把火，但看他气也不气，你随便放火烧你老房。关羽把他劝说说，你不能喊我，喊我就早了，已经叫哥哥脸上不好看了。关羽暗把张飞拦住，他吹了嘘，诸葛亮就出装火器，火到领了五丈云高时，火星菩萨张飞弄到火星庙来放火，班门弄斧的成功。张飞跟关羽不熟悉，刘备他复行到袁术不朝下一站，随时落行，毕恭毕敬两道眼光望住他上的诸葛亮。刘备想想，先生你怎么睡得着的我就不懂，是的，刚兵火后看过有这个耐心跟你兵啊，就跟你兵。刘备把起兵就跟他这个兵，想想你只要能够睡得住，我就能够站得住。猛然听到台上嘶嘶嘶，那个鼓儿不是的，诸葛亮大吼，大吼给别呼儿哈什么啊，他这个鼻息声嘶啊嘶的，不像差不多人大些火了，抽筋给他直中火呢。刘备还是看到这个兵兵啊兵的，咦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回见诸葛亮懂了，你到底睡不住了啊？诸葛亮翻身到一张，好，兵啊兵，只要你睡住都能够站住跟你兵，足足兵了。年上来时候兵的整整两个时辰，两个时辰在现在就四中年了。刘备其实也有这个道理，能够跟他站住个兵。诸葛亮如果诸葛亮也实在兵不足，你别看睡觉的人。真正睡着了舒服的，一醒你就要醒。按在这地方，病人还是要睡，这个睡不着觉，睡这个最难受了。先生身上的汗渍啥睡出来，诸葛亮实在忍不住要醒。先生一翻身，两面朝天。刘备想懂了，诸葛亮眼睛还没睁，刘备打了眼睛。因为先生眼睛还没睁，你就叹气，因为怕你家里这个子也不大好过啊。我三次请你磕头烧头，烟柳汤头烧，就为了运气难生。诸葛亮言后，手在台上一捏，熬了曹七叔。他这个熬了曹七叔，就是年朝里七辈朝主营口。刘备站在营口这地方，解下来，鼻子打垂线条。军队主诸葛亮闹嗓子，刘备这个点头慌了，你也就行了。诸葛亮眼睛还没睁，首先他就扎个大梦随先将，你不行，可惜不行，大梦是人生成大梦，让人先笑的。平生这次子，刘备很生气的，就他笑的他。沈大蒙朝堂春睡着，床外热迟迟。刘备这听好，这狗大有血苗，狗把先生那边喊童儿往口说个来福，其实童儿老早的就来回报诸葛亮。